迎收睇仔仔女女730，今日咧继续有的神同我一起感受一下东京奥运前奏嘅气氛啦。我哋今日睇咩的神？睇咩之前咧，等我考一考你先啦。你知唔知东京奥运新增咗几多项新嘅项目啊？我知啦，系5项啊嘛。但系至于有边5项呢？我下星期再话你听。咁下星期之前，不如我哋睇一睇片先，因为片有讲啊。唔好講笑，我好似喺度做緊瑜伽咁。一次，我冇玩過咯，即係有啲壓力，但我今日都會做得最好啊！耶！2020東京奧運咧加入咗5個新項目，包括有咧棒球、空手道、滑浪滑板同埋運動攀岩。嚟到呢個咁靚嘅場咧，就要嚟試下滑板喎。咁大家快啲睇下呢個場係咪好靚先？呢個場咧就喺台場嘅商場嘅屋頂啦，被稱為東京最靚景嘅一個滑板場喎。好似我哋呢啲咁嘅新手咧都可以嚟呢度試下嘅，耶！高井先生、本日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滑板咧分2種啦，一個就係 street， 一個就係 park 咁樣啦。今日呢個場咧就係街式滑板一個場嚟嘅。オリンピックになると、どうやって採点されるのかすごい気になって。採点方法下にパークを走っていろんなセクションで技をつないでいくラン。あと1個の大技を決めるベストトリック行われまして。それはちょっと大きいセクションで誰が一番すごいトリックをできるのか。結構日本人選手が今世界ランキングで男子のストリートなんですけれども2位と4位につけてまして、この間のローマ選手権オリンピックの最後の選考でも日本人選手が1位を取ったので、結構日本アジアすごいメダルの可能性があって、すごい見応え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じゃあ今日は初めてなんですけど、どれぐらいできると思いますか？これ自分で動かしたり、スピード出して進んだりできると思いますので、やってみましょう。やります。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滑板嘅木咧係用啲好強韌嘅木嚟做噶，佢而家教我上板喎。佢話咧個膝頭咧要彎住噶，如果唔係咧個板咧就會走啦。我咪得咗啊！大丈夫ですか？ここから進めていきます。もう降りれないですよ。降りれないです。你个膝头咧，伸直啦，同埋呢个弯曲咧，咁就可以前进同埋后退噶。但系咧，好困难喎，就话咧，上半身咧就要企直嘅，喐咧就系喐个下身嘅啫。你知唔知啊？佢叫我有块板度跳落嚟喎。行きます。すごいです。優しいですね。你就教我咧，如果咧个身体向直嘅话咧，就好容易向后跌喎。所以就叫我身体咧就要向前倾，咁先会冇咁易跌。啊，那个好似 OK 喎。我哋而家要试下两只角上啦。系。惜しいです。惜しいですか？惜しいです。一開始老師教我咧兩隻腳上板嘅時候咧，我都仲 O K 嘅嗰下咧，我就覺得啊，我諗應該都幾有潛質嘅。但係咧，一真係上到去咧，即係個板會自己喐啦，我就覺得咧，我好似會俾個板帶走我自己咁樣咯。要我試下咧，用呢個 U 字嚟滑喎。要高啲先嚟，要高啲先。はい。はい、失礼します。後ろです。佢好快啊！佢好快啊！好驚啊！中途佢仲話放手啊！我心諗，如果放手，我諗我之後嘅雜貨唔會見到我噶。哇！呢個咧真係唔好講笑，仲刺激過咧玩海盜船。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どうでしたか？ちょっと練習がすごいです。佢話：すごいです。バランス取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んで。佢話：我要再多加練習啊！本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我覺得呢個阿 Sir 真係幾好人嘅，但係滑板咧，其實我諗都好代表到日本嘅一個奧運項目嚟嘅，因為咧睇啲日劇咧，好多男主角咧都會踩住塊滑板咁樣射出嚟噶嘛。我做唔到男主角其中原因，我覺得係因為我唔識踩滑板咯。我睇完條片咧，我覺得小朋友都贏過。但係講真嘅，因為我覺得真係好高難度，我自己唔夠膽去試呢樣嘢嘅。我覺得佢哋如果係練多十年八載，真係好有可能成為呢個奧運嘅選手，係真係好型啊！咁到時我哋呢條片咪好珍貴咯。係啊，我哋 capture 咗佢。係啊，如果俾你揀啊，新增一樣奧運嘅項目，你會想加啲咩項目落去？我就中意睇跳舞嘅。咁而家就有拉丁舞係奧運項目啦。咁我希望街舞都可以擺入去。哦。係啦 ，battle 嘅形式其實世界賽就好多嘅，但係擺入奧運咧就仲未啦。咁我哋同你影定張相咯喎，話唔定你第時係一個奧運金牌得主嚟嘅喎。小心，我都係翻去唱歌啦。嗱，如果俾我揀嘅話咧，我會想加電競落去。即係呢樣嘢係好有爭議性嘅運動嚟㗎，啲人覺得係運動，因為其實係好多策略性嘅嘢嘅，係啊，你個樣話俾我聽，你覺得淨係喺度玩緊手指係咪？手指要舉啞鈴㗎。哦，唔係，但係真㗎，因為咧佢哋都係長時間訓練啦，佢哋亦都係需要好多唔同類型嘅 training 啦，咁樣嗰啲咯。好，提醒大家啦，仲有16日咧就到東京奧運啦。下班翻嚟有曾美特同埋 Kavita， 一陣見。CY， 啱啱餐飯過咗數俾你啦。係。下次幾時見啊？咦？啱啱餐飯我係壓熱飲喎，唔使加2蚊喎。你係咪應該俾翻2蚊我？你問幾時見咁？我俾翻2蚊你啦。唉，又一憑實力單身嘅例子啦。AA 制當然冇問題啦，但呢位事主竟然問女仔追翻2蚊，實在係太計較啦。想知下點樣追女仔最好？今晚仔仔女女730為大家解構一下啦！凡人總向愛得一殼眼淚，得不到一個身份。凡人沒有愛，看似低一等級，恥笑叫做光棍。回音，唯有一等再等。我慶幸明日機會來臨，神蹟總可以等。神明做了我，應該也製造多一位給我關心。神明做了我，这个装饰品都总有个被吸引，寻找神圣的小女生。那一晚缘分总没下文，唯有多点勇敢，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海，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不足要是被讽刺便被讽刺，我都不会理睬，我信任我未来到未来会开采，再没期望福袋，好心都给拒绝，没有爱亦奉信爱，从必输的比赛，
神令你抱着怜爱，人们便更应该爱。其實我同阿咪就好熟嘅，我都係慣叫佢曾比特多啲，係啦，今日好開心。係啊，咁今日咧就會傾下，啊好啱嘅首新歌主題，其實係男追女啊。係。唔知兩位男士追女仔叻唔叻嘅咧？嗱，講真嘅，嗱，佢已經笑啦。唔係，我真係唔叻嘅。我都覺得佢唔叻啊，應該睇個樣就你咧。我梗係啲樣點咩？佢啊，即係你兩位都係憑實力單身嘅。係，我憑樣單身咯。誒，完全答唔到，接唔到啊！樣派嘅，係咯。可以。我唔知兩樣並存。你有冇試過係點樣追女仔，如何失敗法啊？嗱，我分享一個自己中學嘅經歷啦。咁我就好中意一個同班同學嘅一個女仔咁樣。係。咁嗰陣時我又成日咧朝早都買定一份早餐啦。跟住之後即係我透過課金喎。聽我講埋，聽我講埋先。跟住我透過佢啲 friend 咧，知道佢中意原來中意史迪仔嘅。哦。係啦，跟住之後我就聖誕嗰陣時，我買嗰啲史迪仔嗰啲水晶擺設嗰啲咧，即係我 keep 住一路送嘢啊，一路買啲嘢。嘢食俾佢啊，跟住之後係啊 ，keep 住貨金啦。跟住之後後屘佢係我聽到佢個 friend 同我講話，佢覺得我好煩。哦，好慘，唔係講笑。Oh my god！ 但其實我唔係好講嘢嘅啫，即係我即係你從來冇表達過自己嘅愛意。但係佢知嘅。你點知佢知啊？咁佢會知道有人俾嘢佢噶嘛？但係佢有冇同你傾過偈先？都有的，即係如果冇傾偈咧，係咁俾禮物。唔係 high bye 唔算傾偈。誒，聽嚟你有經驗喎。好難講到㗎，係咁有冇啲咩追女仔失敗嘅經驗啊？追親都失敗咁滯喎。點解咧？因為佢哋我試過就係即係就咁第一次見面咧，約糖水食飯啦，即係食糖水咁樣。嗰陣又諗唔到講咩，係咁話哇，你懂唔懂啊？你餓唔餓啊？成程就係勁惡，跟住嗰件事就搞完咗，跟住之後去到第二日就應該好似冇刻意揾噶，即係冇再個女仔已經消失咗。第二日即係你追咗一日咋？第二日都唔夠膽揾佢，我自己都覺得好惡啊！成件事我覺得有啲冇恆心。咁如果追女仔嘅話，會唔會有啲方法係你哋有個獨門秘笈嘅咧？我都係最老土嗰啲啦，係咁送。有你，你失敗咗一次。轉一轉啊，係咁貨金餐啦，可以嘗試下一次。送袋啦，送包。我係稍微轉翻去呢個感性少少嘅狀態，可以傾偈。寫信嗰啲嚟㗎？我都會㗎。哇！我中學嘅時候會㗎。嗯。大個咗冇啦。嗯。雲姨係呢個感覺係讚賞定係？你同我男朋友幾次咯？哦，但係都係 OK， 唔講個問題啦。樣子嘅問題啊 ，OK， 唔使點解要啦。有冇覺得即係如果佢咁追你，一定係會成功嘅？而家我唔知啦，因為好耐冇感受過啦，好耐冇俾人追，冇啊 ，OK， 好，你咧？我追咗啦，真係。咁但係我覺得首先係自己你一眼就會 sense 到呢兩個人夾唔夾噶嘛，其實係要嗰一步啱咗，你先好落下一步咯。嗯，係咧。追女仔方法一人一個啊！哇！我追女仔方法投其所好咯，係啊，我覺得唔可以太過。即係有陣時咧，你係咪太耐冇追女仔咧？唔係，我哋以前就諗我哋以前即係我以前哇，好耐啦，真係。咁跟住之後，其實我又覺得唔可以太過當，即係要追，我係要 treat 好似一個 friend 咁樣。跟住，但係有陣時要多過朋友嗰個感覺，係。如果唔係咧，好似太扯咧，嗰個感覺實在太可能。你兩個會深啲咧，即係女性啊嘛，即係如果人好扯你嘅話，即係好似啊日日要點樣點樣，咁你都覺得煩啦，係咪先？可能有陣時嗰個相處嗰個模式要去拿捏得好啲，呢個係我特別係如果可能嗰陣時好忙或者做好多嘢，真係唔可以日日見面。但係我而家嘅男朋友嗰陣時追我有一個方法，我覺得好 sweet 嘅，就係可能聖誕節，但我已經好忙，我真係冇時間，連出街都冇時間。佢喺我練舞嘅 studio 放咗一包聖誕。
禮物咯，因為有心意卡咁樣，即係哦，大家都心心眼係咪咧？但係呢個係好嘅方法嚟啊！如果大時大節咧，就唔好急住約啲女仔出嚟，可以送咗一個小驚喜嘅禮物先。咁其實嗰個大時大節其實都就嚟奧運到啦。咁大家有冇啲咩中意睇嘅項目啊？我中意睇田徑咯，田徑好保特係咪？係，係啊，保特仲係依然保持住呢個世界紀錄。我中意睇體操啊，體操你中意睇男仔定女仔？我中意睇女仔嘅體操。有一隻係即係你播歌，然後有成個 routine 可以類似跳舞咁樣嘅。自由體操係啦，我覺得好靚咯，即係有個波轉轉轉轉，或者有圈圈。係啊，同埋即係以前啊，我 S1 嘅隊員 Tanya 佢都係識玩呢啲，我嗰陣時已經覺得佢好犀利啦。咁然後我再即係睇完奧運咧，佢咚咚咚咚，然後再接翻個波，我覺得真係好型。完全冇概念。咁你睇開啲咩波㗎？我睇足球。睇開啲咩波？呢個冇辦法。呢個踢波，睇下踢波，係啦。咁以前咧，即係同班 friend 又去睇世界盃啦。但其實大家唔係好識嘅，跟住就一齊睇就覺得好刺激咁樣咯。所以有陣時自己都會睇翻一班馬路一齊睇波係幾刺激嘅。有冇話支持邊一隊波咁樣？奧運有得踢足球㗎，係咪？有啊，係啊。呢個問題。有啲項目係冇噶嘛？係啊係啊，我啱啱都問過製作組係有嘅。係啊，跟住我其實就係睇下，我中意睇主辦嗰個嗰隊波嚇，即係如果主場嚇主場，我都會應該會有 feel 啲咯嚇，踢得落力啲咯，所以係啊冇話嘅。我中意睇跳水哦，係啊，因為好似普遍嗰啲都。幾靚仔就話噶啦，外貌係啊。咁今日好開心同阿 Mike 傾呢個追女仔經啦。咁啊，仲有阿 Cloud 同埋 CY 啦。咁希望大家除咗睇奧運睇得開心之餘，嚇追女仔都可以有啲進步。OK， 加油！係冇啦，冇傾呢啲咧。哇，好多年。我哋可以再私底下再約嘅。咁啊，今日好開心啦！聽日同一時間，仔仔女女730，拜拜。記得 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節目將會定時上架，撳埋個鈴鈴，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